截至今天上午九点，共动员了8个乡镇、58个村的村民进行拉网式的搜救行动。在公安部专家团队现场统一指挥下，公安部、自治区、市县四级公安机关共投入236名专家和刑事技术人员，组成34个工作组，全面开展生物特征、痕迹物证勘查勘验、遇难者身份鉴定、DNA 检测比对工作。经过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以及3轮面上的搜寻，截至今天下午15时，发现部分遗体残骸，发现提取现场指纹检材18份，遗物101件。